兄弟们，我发现孙策这个新皮肤配合七十级战令送的那个机械贵族，哇，这两者搭配起来简直太帅了吧！帅的我每次打游戏都要先跟别人展示一下。这把对线谁啊？为什么是个赵云啊？为什么赵云会在对抗路啊？但不管跟谁对线啊，我都是一视同仁的。来，给你展示一下灰尘。赵云还跟我比较，跟我末日机甲比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不能再回了啊，再回就真回去了。打赵云就是老规矩啊，先整上三把铁剑。虽然赵云有免伤，血量越低他越肉，但无非就是多 A 几下嘛。三段二技能减速往他前面走，封锁他回家的路，那他肯定是要没的。这边我们也是一个终结斩掉了赵云呀。四级了，本来想让李白跟我一起越塔的，但是他没有想法，那有个剑我必须得放。哎躲过一劫，李师傅就在身边，感觉可以去中路撞个婉儿。婉儿四级了也不要怕，一套老年连招配合李师傅啊，直接带走婉儿。不知不觉吃了个血包蹭了个线，这快乐一下子就上来了呀。这个赵云的医血和血包都被我拿了，我已经赢他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他还敢冲上来是为什么。对抗路赵云都是这么勇的吗？啊，我刚才大意了啊，兄弟们，这不婉儿上来抓我，我开船直接走。婉儿追到塔前突然停了，然后又闪现了，笑死我了，吃口药，我回去就去反打他。他肯定不会走这儿啊，我们再往深入去找一找，这里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啊哈，那婉儿去哪儿了？算他命大啊。你还赵云怎么斩我一下？咱就是说你们召唤师技能都不要钱是吧？哎，我还活着。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我死定了，那是普通孙策，我召唤个飞船直接走。孙策开的是个高科技，能召唤个飞船很合理吧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不是追婉儿吗？我们现在终于是把他给追上了。铁根，你这短短半分钟槽点多的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。问题不大，尽管对面这些无规则选手有点多，但我也是精准无误的找到了他们中的 C 位，婉儿直接拿下。相信我的判断，针对婉儿对队友的帮助一定很大。拆开他。哎，婉儿总不去清线啊。你为什么不去清线呀？这怎么还记仇呢？不过问题不大，身为一名优秀的对抗路，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线上单杀、游走抓人、关键开团，最主要的是在队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他们安全感。这波元芳被勾直接撞，勾不勾果断，兄弟们，很快啊，你就会发现我跟元芳死一起了，汤姆的真不该救他。不知不觉好像有点逆风啊，这边头上满被动的诸葛亮撞谁谁死，赵云怎么没了，诸葛亮怎么也没了啊！我来打断他，一技能进去接个晕眩，还有谁都没打断啊！我是个傻逼，真的服了，对面是完全不给我新皮肤一点面子啊！丢船撞橘子，防止橘子去切后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橘子切了。想跑，李元芳过来直接收掉。有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，你们可能不信啊！一名优秀的对抗路，我看诸葛亮那个走位，我就知道他要被勾，直接撞对面也上了，一技能晕眩，晕三个，苍穹一点，兄弟们，我这波控制扛伤真的是，怎么又死了？真的服了，这个诸葛亮每次都是他被勾，然后我去救他我也没了，摊上这种队友我真的是我。Double kill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3, 2, 1, let's go. 诸葛亮这波关键开团真不错呀。铁哥你注意嘴脸呀。哎呀，这诸葛亮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，跟好兄弟出生入死多是一件美事啊。